凭住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KC 一角，赢尽掌声的欧穗伟饰演过无数武打高手，不过在风光背后就伴随着满身伤患。嗱，有次开工啦，要拍动作戏，又要踢腿，又要翻关斗。不过嗰日咧就咁啱，就觉得肌肉好紧，我用咗药贴，贴咗四个钟就一剔 OK 啦。其实我开剧咧真系好难讲嘅，不过最近咧近呢几年咧，休息嘅时间咧都唔系话太多，每一日两至三个钟，但系睡眠质素咧就。OK 的，首先就心情一定要很正面放松，开工这段时间就一定是不够的，但是自己有些位按摩令到人就比较舒缓了，即譬如你绷紧某些膊头这些位置，你绷紧用我的药贴贴四个钟，即譬如开工之前咁啊，哦咁喺屋企贴四个钟，四个钟之后咁去到现场啦，咁啊搣咗佢，咁啊揾嗰啲藥油按大概一分鐘，咁啊舒緩咗嗰陣就自然鬆曬。之前歐穗偉喺醫道惠民醫館嘅天使行動入邊，就同黃天賜中醫師結下善緣。佢哋每次傾到筋骨傷患嘅時候，都會特別投契。當你有疼痛，一定要按摩咗先，因為按摩係可以去到深層啊嘛。幾時用藥貼呢？其實疼痛冇發作，你幾時可以用藥貼嘅？大部分咧疼痛咧都係喺啲關節嘅深處嘅，普通。一般的手的按摩是按摩不到的、所以我建议就用一些有按摩头的肌肉舒缓剂找到深层的疼痛先、擒贼先擒王，做一些药用的按摩一分钟到，你肌肉就自然会熟，肌肉得到缓解了，到时候再敷加药贴就容易很多了。如果我们有专业的医师，我们可以用手指拇指找到压痛点，当然要按摩它了，这个就可以用一些有按摩头的肌肉舒緩劑去按摩佢啦，第一揾到痛點先，第一定點按摩一分鐘或者半分鐘。如果有薄荷嘅咧，更加可以消炎止痛添啦，咁嘅效果咪會事半功倍咯。阿師兄，我仲想問咧，有啲咩動作可以強化我哋嘅頸部嘅運動？就係一組運動嘅，咁我簡單講叫咿牙鬆降。顧名思義，向天用我下颚发出声音，巧妙就是要发出声音，就好似我哋打功夫要出声嗰啲肌肉先。拉得夠繃緊。第二個咧就向將個下顎推前，哇，好嘢嘅！呢度啲肌肉啊，所有成個頸部啲肌肉神經咧係拉得好繃緊嘅。第三咧就要有啲輔助嘅器材咧，就攞條橡筋帶啦，或者攞個攞條毛巾都得嘅，手踭大概咁嘅距離啦，向後嘅，就力。咁呢個動作巧妙咧。就唔好屈頸，一個係我哋人體嘅樽頸地帶嚟噶嘛。受惠於天使行動中醫二診計劃嘅家喬，得到黃醫師診治同埋教導一套家居護理按摩之後，家喬嘅活動能力得到改善。因為湊阿家喬，畢竟都有壓力大，好辛苦，體力上都好辛苦嘅。咁每晚咧，我都有攞嗰個刺頭咧，幫佢按摩，咁舒緩佢嗰個張力，去瞓覺咧瞓得舒服啲。知道即係又要湊住小朋友啦，又要同做運動啦，又要同按摩啦，自己又有家務要做啦。係啊係啊，所以嗰個壓力又好大。係啊，所以都攞1.0刺頭去舒緩下。舒緩下啦，係啦，俾自己放鬆下啦。健樂通22周年舉行。體貼一點推廣活動，任何在零售點購買的健樂通藥貼啦，經過網上登記換購，即刻送5ml 的活樂油或者1.0一支，全靠一貼一按就可以更易放鬆肌肉了。